论坛。看中人归水中仙，花轮上转见太平，天地万物皆有情，有心修行何苦。大会主席，两位大会致辞贵宾，清华大学侯院长世昌先生，前教育部部长，现任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总校长秦吉先生，各位主任人，各位回应人，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宗门法师讲师，同修贤士，尤其是各位远从大陆来的各位贵宾，非常欢迎各位与会。世界和平论坛在本宗门各种不同性质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举办前后已经有61个场次，包括今天这个场次，我们一直很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也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孝精神，尤其更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人文精神，借此希望能够促进世界的终极和平。我们一直有这个信心，而且一直呢是也在举办这个活动，将会持续的再举办下去。我们希望各位有机会也能够再度的来参加我们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今天我们的场次开幕式后有3个论坛场次，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中呢获得启迪，也能够获得一些信念，更也能够得到一些实践的功夫。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感谢场地提供单位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他们的协助，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大家的辛劳。我们先请大会主席混元师父呢跟我们致开幕词，谢谢各位。我们大会还主持我们的杨院长、吉东贤士同修，我们前教育部部长吴部长，还有我们大陆北京清华大学
侯院长，我们前交通部和外交部部长、简部长，各位国内外的学界专家，还有我们海内外的各界好朋友，大家新年好。今天在2013年的1月3日我们中华文化道统视为易经易经卦呢，1月3号就是火天大有，火天大有就是奇迹满堂，金玉满堂智慧满虚空，视为火天大有。这个明明是天意安排。2013年13也是火天大有的卦。所以8864卦是我们每个人智慧的泉源。是我们任何一位内在心灵都已经包容、包含、含藏几千万年前到现在来，在内在心灵中的本来具足的智慧，视为火天大有。所以本维新圣教自从30年来一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为我们每个人智慧开花的一位大导师，这位大导师都在我们每个人内在心中本来就具足就有了，但是我们因为从在天上世界、异世界、灵魂世界，一个念头一动，有一年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蒙蔽了，忘了自己内在本来就有这么多、这么多无量世，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大智慧，我们都把它。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在这睡觉，所以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来任何一个时刻，除了父母给我们的教育以外，就是国家社会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成长，其中有一项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山河大地、宇宙虚空、山河、山川、草木、花石、空气对流，这都是我们本来外在的大导师，我们忽略了。所以这大导师就是伏羲氏的一画开天，再画辟地，有如昨天我们清华大学。我们侯院长他开示了清华大学他们的教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乾卦，乾为天，飞龙在天，飞龙在天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灵性，而厚德载物也是在开示我们任重道远，自我庄降，自我庄严，自我修行，自我精进。所以清华大学早上侯院长要送我一副清华大学百年的学校这个画家所画的一幅很长20几米的画我看了很感动，百年清华大学两个清一华，清就是天，
华这是地，大地众生，大地莲华，所以清华也是就是天地，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乾坤啊。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我们成立了易经大学，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里面，这个都是天地之间的本来每一个人具有的智慧本源。所以从一天一地相互的成就，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幸福不相逢，何愁成道成圣成贤不相逢呢？这个就是本维新圣教啊，我们的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我们修心的各种的导师。所以我们人生悠悠岁月六十年的精华时期，若是我们没有好好把握当下啊，这六十年的岁月的时候，那我们人生这一趟是白走。德威今夜门窗，这个是我们所要去向内在心灵去反省去检讨的。所以我们自从三十年前的当下啊，成立了维新圣教维新宗以来，都是本着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给我们的开示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就是要修口修心和养灵。修口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么肤浅，修口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口将我们内在心灵几千万年以来所累积所成就的上圣大智慧说出来给我们周围有缘的人，我们的亲人亲友布施，尤其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从国小初中啊，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我们的教育家老师是最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自己那一颗良心以外，我们也要去尊敬尊重所有教育家，他们出广长舌相为众生啊，来说出每个人内在潜能潜藏的大智慧的真言。所以王禅老祖是我们中国至圣圣贤鬼谷先师开示我们要以修口。所以在这几十年来啊，本维新圣教成立了南天文化院啊，就尊天法旨啊，请杨院长原来杨校长吉东先生来担任文化院啊院长，将宗教和学士全部融合为一啊，这举办各种不同场次的啊论坛。论坛是尊重我们的古圣先贤的大智慧，坛是形而上在空界的视为坛啊，所以各位也当下你们到里面来都是在空界，不是在现象世界凡尘界。所以举办各种不同的论坛已经六十一个场次，
啊，在这段时间呢，啊，我们紧遵着王禅老祖开示，要大家修口。修口并不是说只有说啊，我们的人讲坏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尊重所有各界的啊，我们的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将你们在过去生、当下生或是未来生，你们所看到的人内在心灵的大智慧，借着每一个场次的因缘开示，让大家能够觉、能够悟，啊，这是我们修口的最高境界。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啊，在各界给我们的鼓励，尤其呢，我们啊前教育部部长啊吴部长啊，他时时呢给我的鼓励，啊，当然我也叫以物引物。那再来修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慈悲善良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一心。如来有三个性，我们一个叫做佛性，本来就是智慧的人，在天界到现在佛性还是在里面睡觉，佛性啊，觉性由释迦牟尼佛呢，他来代表，每个人都有一个觉性，都有觉悟的性。啊，清净性药师佛来代表，每个人都的本性都是很清净的，心本来就没有污染嘛，心本来就有觉悟嘛，心本来就是佛性。所以啊，三性一体，一个体就是一心，如来一心就如来啊，所以要我们修心修正，各位原来是用妄念来看待自己，妄念是短暂的，心是永恒的，所以心就有三个性，佛性、清净性还有觉性，这三性是所有一切法界天人上圣的宝物啊。但是觉性要觉到佛性、净性，那就要从各位世间大家都如来转世来世间，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生活空间，这都是我们的大导师。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就是如来啊，如来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也是易经孔子所开示，易之大道就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那就是告诉我们的心，原来我们所看的是很短暂很狭隘，但是我们的心本来就具足了世间满三千大千世界，地球只有一个尘埃，里面的所有万生万物的智慧都在我们心嘛，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代转生投胎轮回，在世界上个人应各位每个人的在天上世界的慈悲而来世间转世，所以才有四龙宫庄百业百家思想。那本维新圣教我们易经大学所开的法门就是易经啊，易从无量劫以前，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上圣的大智慧，那么投胎到世间上带了10%的智慧来到世间，还有90%的智慧藏在宇宙虚空之中，那我们10%的智慧任何一个时刻非常渺小，所以我们要多听经闻法，听
听圣人所开示的真言，所开示的真理，所开示的各种的心法。所以今天的当下，2013年1月3日的当下呢，我们在还是中兴堂，中是我们不偏不倚的心为中，兴呢就是我们的魄力，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光芒。当时要来借中兴堂，我很高兴，因为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公司，我是开中兴测量公司。可惜呢，我中兴测量公司30年前我就放着交给自己的学生，现在不务正业，走这一条路。但是我发觉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点，我们都要自我来成就，自我成长，要自我成就成长，我们务必要仰仗啊，这个天地之间所有万生万物的给我们的启示、视线和智慧了。在这么多年来，我非常感恩的，我们杨院长啊，带领着大家一起迈向在另一个层面的心灵升华啊，也感谢杨院长邀请了他在60年的精华岁月里面所结交的各界上善之士、朋友、学者、专家呢，来这里我们以法会友，以法会心。那么当下今天我们更高兴的也邀请到大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还有国内外各大学的校长、教授和各界专家，尤其我们很高兴的能邀请到吴部长，还有简部长右新先生呢他的现在也在从事义工弘法利生。我昨天呢跟部长说，请问部长，你有那么多的在做义工，我维新宗维新圣教的义工，我留一个角落，一个角给你踩一下好不好？好。那这是我们在世间上大家以法会友嘛，以法会心呐，以法会主灵。那今天我们的追根溯源联合祭祖大典的目的，我们是要从列祖列宗历史几千年来的各种战争不幸，战争并没有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啊，战争并没有解决世界的问题，战争并没有解决你我他的问题，而是必须要用心才能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啊！我们要把口与佛说，叫佛口说好话啊，来普利人天，不要用我们的口挑拨世间的是非，那我们真是罪过的人啊！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心来包容整个地球64亿人民，大家都是我们一家村，一家村也是一家亲啊！那用我们的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来包容。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前世同修，白天的时候你要把地球放在心中，晚上你要把太阳放在心中，时时关照着心中的太阳，是不是有在放光明？若是你心中观想的太阳变成月亮的话，那我们就烦恼来了，因为有阴晴圆缺、喜怒哀乐，这个现象会出来，我们心就不安了。我们用心观想的地球都在我们心中，那么当下现在我们观想地球在心中，地球64亿的人口所有一切万生万物都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可以体会到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博爱，他的博爱。然后呢，我们把地球关在心中，所有64亿人民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来例行国父的他的箴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们能够为大众服务，那我们也就是超越了世间的一切烦恼。啊，这是我们养灵，我们灵就会身心灵，我们的灵魂就能安住。啊，这个才是真正对我自我修行的一个大导师。所以世间的一切圣人的尊严、圣人的智慧都是我们的大导师。我们今天呢邀请了这么多位的教授专家能够光临为各位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也是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和未来千秋万世我们祖祖孙孙们能够在了解当下2013年1月3日在中兴堂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这个非常殊胜庄严的大会呢我们祈愿当下处置以后我们要记住修心修口养我们的灵性，就是我们的佛慧命然后进入世界和平所以世界和平的尊严就修口修心修口养灵，祝福各位，谢谢。谢谢大会主席的致辞。大会本来有吴副总统要到场，有立法院王院长要到场，但是他们因公务临时不能到会。立法院王院长特别电传他的贺词，本人代表王院长恭念他的祝贺词。立法院院长电贺，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滚岩禅师，维新中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及全体与会贵宾台见。贵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促进人类生活安和乐利之宗旨，以慈悲心随时行善，启发众师潜藏智慧，引领大众提升心灵生活，为创建人类幸福安定与世界和平之境界贡献心力，殊值感佩。新习贵会定以2013年1月3日甲台中市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中兴堂举办2013年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议，以倡导世界和平概念深植人心，甚具意义，特电致贺。祝贺研讨会圆满成功，与会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敬贺。2013年1月3日代读完毕。我们接着要请清华大学侯院长致辞。已经是大学尊敬的主席，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吴部长、简部长，
各位学者、教授、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新年好。我真诚地感谢慧远禅师和杨院长盛情邀请，让我们大陆来的朋友再次登上这美丽的宝岛。在2013年新年伊始，参加了盛大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今天又来参加这个世界和平的论坛，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祭祖大典是为了追根溯源，祭拜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轩辕皇帝、神农炎帝、九黎蚩尤帝，弘扬辉煌的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祈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伟大复兴和世界永久和平。而这次论坛的宗旨则是探索世界和平，希望通过论坛能促进世界和平之研究蔚然成风，世界和平之概念深植人心，世界和平之实现早日降临。为了弘扬中华文明和三祖文化，促进世界和平，混元禅师30年如一日，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坚持不懈，奔波于海峡两岸，布道于世界五洲，恩泽百姓，功在千秋，我们十分感动，十分钦佩。杨基东院长和黄春池教授伉俪，志工奉献服务，竭尽心智情怀，即使在两人分别遭遇头部重创的情况下，已然沉浸于繁重的工作之中，其心至善至美，其人至真至诚。黄教授所著的《中华三祖文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等7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了慧远禅师唯心中深邃的理念，堪称中华文化的经典巨著。所以当我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不由地想起孟子的一句话：观之于海，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记得2008年4月，混元禅师和杨校长一起去河北涿鹿祭拜三祖，我们有幸清华大学邀请禅师、校长和一行我们的朋友们到清华大学参观，到现在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由于建设希望小学，我曾经多次到河北涿鹿，同时凭吊了5000年前三祖曾经交战过的古战场。我想当年阪泉大战、涿鹿大战一定是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在你死我活的交锋中，心中充满了仇恨。而今天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和孕育，人们已经有了新的文化意识和新的理想追求。于是在涿鹿不仅有了皇帝城，有了蚩尤庙，也有了中华三祖堂，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特质和魅力。去
去年四月，我和我夫人去贵州，我们参观了西江千户苗寨，在苗族的博物馆看到了由历史学家黄万基先生撰写的《苗族颂》，开头的一句就是“威我先民，古称九黎，军长蚩尤，蚩尤炎黄同时，中华人物初祖，三军鼎足而立。”这是第一句。最后一段更得雄鸡一唱，冬天破晓，民族解放，旭日高照，苗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文中呢还特别歌颂了苗族引以为自豪的三位名人，他们是文学家沈从文、画家黄永玉和歌唱家宋祖英。由此可见，蚩尤部族的嫡系的子孙，虽经千年为难、百般困苦，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终于认同中华三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2010年10月，我们参观上海世博会，倍感惊叹的是韩国馆。韩国馆的正面有六个大字，这六个大字是“德不孤，必有邻”。这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他一定有近邻、有朋友。这显现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打动了韩国人。最近我们统计，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已经有200所，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中华文化也打动了世界人民的心。英国有一位历史学家汤恩比，他说世界欲和平，需弘扬中华文化。他甚至断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和平的文化。黄春之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中进一步引申，世界欲和平，由两岸做起，搭起和平的桥梁。世界欲和平，由两岸做起，这句话我们非常赞同，非常欣赏。这句话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我的理解有两方面。第一，从两岸的整体来说，和平繁荣的两岸要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我们共同践行浑源禅师的理念，共同弘扬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以促进世界和平。也恭喜第二个就是对两岸人民每个个体我们来说的，我们应当行动起来，两岸欲和平，由自己做起。1998年10月，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台湾大学土木基金会在厦门联合举办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的名字就是台湾海峡隧道论学术论证研讨会。刚才黄教授说要架起和平的桥梁，我们那时候设想建立一条隧道。会议探讨了台湾海峡隧道建设的可行性、必要性、重要性、路线的选择、工程实现等问题。会议期间，清华大学的校友、当时福建省的省长习近平接见了两岸的代表和国际友人，并且参加了开幕式。他在讲话中和我们一起祝福台湾海峡隧道能够早日建成。我想这个隧道真要建成的话，它一定是和平的纽带，是共同繁荣的纽带，
也是世界欲和平、两岸由两岸做起的一个行动的标志。方才禅师讲到了《易经》的乾和坤两个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让我们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继承中华三祖文化的传统，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为两岸和平、为世界和平奋斗不息。今天群贤毕至，一定会有很多远见卓识，我们预祝世界和平论坛能圆满成功，谢谢。我们送给禅师一幅长卷，这个长卷呢是在19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由清华大学老龄大学和清华大学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一些画家共同来创造的。这幅画的原画45米，这个原画呢是放在学校的档案馆永远保存，然后呢复制了长卷100幅，今天我们拿了一幅送给我们尊敬的禅师。因为禅师2008年到过清华大学，这些清华大学风景和是都看到了，所以我们给禅师一个新的回忆。这里有我们的这个老古的比较老一点的建筑，像清华学堂啊、大礼堂啊、二校门啊等等，也有新的一些建筑，像红祖楼等等，一共有很多。这个现在的这个是大概有25米，有15米吧，15米还是20米。这是一个复制品，啊，另外，方才禅师也讲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我们这个易经大学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谢谢禅师。我们谢谢侯院长，清华大学的里面人文、大地风水完全都也最具足了圆满的，就是我们易经啊。清是乾卦为天，天清，天清清，地灵灵，乾清清。地灵灵，华就是莲华，祝我们每个人的清净性，所以就清华大学在佛华、道华、圣华，各个万华里面呢，具有相当的禅的境界，那晚上我再送一个字在我们侯院长。晚上我们聚餐的时候了，大家也可以来，嘿，好，谢谢你，谢谢，太好，谢谢。谢谢侯院长。我们接着请吴前部长，吴部长卸任以后，当了总校长。总校长是总的校长，所以
特别忙，但是呢，是我们每次的论坛，他都特别拨空。今天我还怕他，晚到，请他呢5点钟起床，然后6点钟出门，跟我们政大的严庆和严院长呢两个人，由简院长呢特别陪同呢，早上从台北赶第一班的高铁车下来，我们非常感谢，吴部长这么样的鼎力的支持，谢谢。